碎花公主来为你们示范的碎花洋装。碎花公主是什么？碎花公主来，碎这件碎花，黄色好看呢、欸。嗯，我在想一下我要选什么色。那如果你是小麦色，你会选蓝色，对不对？嗯，黄色是配紫色的花，蓝色呢是配有一点米白色的花。它 S 到 XL 都可以穿，然后它的腰部呢，它这个松紧呢，很舒服的宽腰带。自然而然会形成一个腰身，它从上面到下面全部都有做内里，所以这一件完全不透，而且呢，它在胸口这边它是有做荷叶的，很可爱。然后这个扣子是真的可以打开，它的扣子还是包扣哎、欸，你看材质是那一种厚雪纺，它手袖这边也是有做荷叶，然后它这个松紧不会勒，它下摆是有做荷叶的哦，它荷叶还做两层哎，好可爱哦。这件有口袋耶，很不错哎。我三心二意吗？我163穿已经在我的脚踝那边。如果你是155穿，要加这种3-4公分的凉鞋才可以。